我们作为香港的年轻人呢，我们生于此，长于此，对香港是有深厚的感情和对香港人的身份是有一种认同，所以我们在看见香港的日益沦落之下，我们觉得作为年轻人，我们对这片土地是我们的担当和责任在，所以我认为，尽管我们不确定，这次行动会不会有，达到我们最终的一个效果，就是政府彻底的撤回他们的法力，但是我们仍然会，坚持到底，因为这是我们作为香港年轻人，在香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站出来，保卫我们的香港。